哦，你讲。好甜啊！八嘎。你为什么叫我八嘎？因为感觉你好可爱，就想欺负你一下。哼。好了好了。快哄啊！快哄！好了好了好了。第一次见面啊，要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亲近一下彼此，好不好？什么游戏呀？女生蒙着眼睛转十圈，用鼻子去找男生的鼻子，碰在一起十秒钟哦。听懂啦？可以吗？只要是你就可以。这个，我帮你站。哇，好贴心哦，男生。圈。十。好运，我接。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到底在哪里？在你后面啦。要晕了。找到了。前边。好结束，祝你们幸福，幸福死。刚玩那个游戏什么感觉啊？很甜甜。实际见到了男朋友的工作之后，你是什么感想啊？他下工以后都能听到那个钻孔的声音，弄他睡不着觉。我希望他以后可以不干这一行。见到他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愿望呢？有一个自己的小家，在见到他之后呢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，努力赚钱，然后留在杭州。真好，加油加油，干巴的。如果两位觉得今天的奔现是成功的话，就在我数完三个数之后，男生伸出你的左手，女生向后伸出你的右手去寻找对方哦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，确认的话就牵紧喽。我想我欠你的学物，赶紧快来认领，我已开始着急。好甜啊。那现在你要叫我什么？我逆战。恭喜哦，那又是一对在暖聊认识，在我们节目里牵手成功的一对。那你们也要帮更多的人脱单哦。暖聊有一个恋爱雷达功能，可以匹配同城5到10公里内不同类型的女生，有 JK、Lolita、Cosplay、可爱型、御姐类型可以选择。链接呢，我就放在左下角喽。两位等会是准备干嘛去啊？等一下，我还回去干活，干活过来找你。不要，我要陪你一块。真的，上面灰很大的，对你身体不好。啊，不要嘛，我就要陪你一块。嗯嗯嗯嗯，好好好好好。我想我欠你的食物，赶紧快来认领，我已开始着急。